傲娇爸的养猫日常，订阅我们，开启小铃铛哦。上次把那个萝卜带到摸摸喳喳家玩，今天就要给你看他们的反应。妈妈，谁？喳喳，你还喝啤酒哦？18岁以下不能喝酒。来，颁奖，你今天表现很好，这个萝卜就送你哦。好，是你的，是你的。我现在进行一个吸猫的仪式哦。吸猫嘞？香吗？只有你这种人做得出这种事来，你好像变态。哎，很恶哎。现在要做一个拍屁屁的动作啊，这样力道够吗？还是要再用力一点？用力一点，他也承受得住。表情有爽哦。木木也喜欢吗？木木也喜欢。嗯？默默挡镜头，还屁屁，你闻他屁屁算了。我要加油！他有闻到默默渣渣的味道吗？没错。大家闻来闻去，哎，没有，你又要重播啊？有什么值得重播的？他还没看清楚啊！这种镜头就是看过了就算了。努尼，你要进这个镜头，真的。哎呀，进什么镜头？过来一点，你过来一点。你这样子让我很紧张呢。紧张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哇，拍什么？你要提示一下，到时候抓瞎了。讲什么呢？你要提示一下。现在就要跟你讲了。到时候很糗。先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傲娇爸。大家好，我是傲娇爸。你现在已经承认自己是傲娇爸了。好，那我问你在这，算了，他等下就要走了，那我们先让他在旁边好了。我一直在梳他，理他的毛，每天自己洗澡洗好几次。你往后坐一点。啊，没有，我在赞扬你爱干净。你坐直一点。哎，年龄大了坐不直了，累呀，近一点，近一点。往后坐。反正长，长就是这个样。你要看这个镜头，乖乖。你刚刚不是说猫都不会吗？结果别人家的猫都会吗？就它不会吗？这很特别啊，就它一个20，特别没有教好，我们从小没有给它教育好。所以你智商很低的意思？一般般。你之前过年不是说 IQ 200 ？IQ 都快到200了，好浮夸。总是会往下降或往上升的。那你还记得他们的个性吗？忘掉，我哪记那么多？那个猫也没有特别吸引我，为什么？又不是美女。谨慎回答。记那两只猫记那么清楚干嘛？对不对？我记你马上记得很清楚就好了。那你用一个词形容你的个性好了。你的个性，柔中带刚。你今天要给他们评分，综合乌尼一起考量。我也不是考试委员，我给他们评分什么？满分5分，还有乌尼在那边。哎呀，这个0分了。我们在那边那么认真，他在那边睡觉，这个不必打了。哎，这个乌尼照不到，那么可爱的镜头照不到，可惜。我不照也罢，睡觉也没什么漂不漂亮的。你看乌尼在那边一个人在那边玩呢，这就是公的。这个小姐们，这两只小姐们比较斯文一点。哪有斯文呢？斯文。他们整个把那个萝卜都拆了。跟乌尼比起来还是有差。乌尼还是我的最爱呀、啊。好，再见。等一下啦。你帮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。什么东西？我把它垫在下面。我叫他看到乌尼啊。乌尼，他等下走了啦，好啦，谁最？走那玩的话，这一只啦，当然是这一只啦，这一只太厉害了，那一夸赞他，你看，他就乖乖的了。
好，再见。等一下，如果 不知道摸摸喳喳的人可以看我们上一集。你讲一下。不知道摸摸喳的人可以看我们上一集。哎，不是上一集，讲错了，之前拍的。哦，讲错了，之前拍的。你重新再讲一次。不知道摸摸喳的人可以看下一集。不是下一集了。不知道摸摸喳喳这两只可爱的猫人可以看上一集回顾。它是猫，你怎么摸摸喳？人家不知道摸摸喳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要介绍。订阅我们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当，叮叮当，圣诞节快到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三元暖暖，再见。哎，好不容易脱离苦海。带乌尼去了？乌尼刚不是在袋子里，他们闻乌尼味道。哎，一直看乌尼啊，乌尼不敢钻出来啊。乌尼又没有去。帮乌尼护航啊，不要攻击乌尼笨哦。乌尼还是第一名。